Hello， 大家好，我是鲍哥。现在我是在中国的河口，今天终于把芳芳带到中国来了。然后鲍哥帮他租房子，让他住一个很好的环境，然后再帮他找一个工作。因为芳芳的护照是他签的证，是工作签，他可以在中国找工作做，也可以到我们中国的各地去。去玩，现在芳芳呢，她也很开心，到了中国，样样手续都是全的。芳芳，在对面就是你们的越南，啊，看一下，啊，来，过来，看到了吗？搁后面就是越南了，这个叫百仁河。今天芳芳也蛮开心的，啊，也蛮开心的，啊，到了这里。然后包哥的下一步就是租房子，然后让芳芳住，然后再找一个饭店里面或者什么工作让芳芳打工。然后包哥是做自媒体的嘛，然后到全国各地走，如果碰到他妈妈就更好啊。现在芳芳好看，来拍个照，耶、yeah ！哎呦我的妈！现在在对面，我包哥在这里呢，把他房子住好，然后让他住，找个工作也是不错。啊，来，我们散步，往前走一下。今天给他上路正好包哥也在帮他找房子，各方面心里非常的开心。芳芳今天他终于到中国来了，后面一步一步的包哥才会再更新更多的视频与大家分享。然后如果芳芳好的话，在中国找一个好人家也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对吧？对面就是越南了。芳芳，对面越南，看见了啊，哈哈哈，是吧？这里就是我们的中国，啊，来看一下你们的家乡，这个越南这个路，也是经常走的，在上一个月的视频，你还是在越南在看我们的中国的河口，对吧？非常的感动，现在到了中国了，你心里还非常的开心了。啊，用翻译机给他照一下。芳芳，你心里激动不激动？芳芳，người có hưng phấn hay không？ Nhìn thấy Việt Nam từ bên Trung Quốc thấy rất vui。从中国看越南很有趣。到中国很有趣。中国现在好不好？中国bây giờ có tốt không？中国tôi thấy rất đẹp。中国我觉得非常漂亮。在后面就是越南，大家啊还非常的漂亮。我把你在中国住房子。tôi sẽ đưa bạn vào một ngôi nhà ở Trung Quốc。
OK， 好的。啊，然后你好好的生活，把你尽量找到妈妈。vậy thì hãy sống thật tốt và cố gắng hết sức để tìm được mẹ nhé。OK， 好吧。啊，这样啊，大概的意思，啊，芳芳她也懂了。现在我们在河边啊看越南，哈、啊，好，拍个照，耶、yeah ！哎呦我的妈！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感谢家人们观看，谢谢大家，拜拜。关注包哥，带你旅行不迷路。